大家好，今日又翻到嚟 B Swift 讲星战兵啦。咁其实我一直都想做一个系列咧，就系、讲唔同时代嘅星战兵啦，咁同埋大家对星战兵嘅认识啦，等等等等如此类推。咁咧，我今日咧就邀请咗我班星战兵嘅兄弟啦。咁你见到咧，其实咧系基本上唔同时序啊，穿越时空啊，叫话。要齊嘅都齊啦，咁基本上咧，我今日咧就好簡單咁同大家介紹一下唔同時序嘅星戰兵。咁點解要特別去做呢樣嘢咧？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叫佢做白兵，又叫佢做白兵，又叫佢做白，咪住白兵呢只明明綠色嚟喎，跟住又會叫佢做係啊呢只又係白兵啊，但係。咁佢哋系咩啊？紅兵啊？唔係白兵喎，係紅色嘅喎。咁你又叫佢？咁所以人哋問我：你玩星戰？你唔係 LEGO？ 你玩咩噶？我儲白兵啊！咁但係我又儲藍色，又儲紅色嘅喎。咁所以咧，自此之後咧，我要好多謝 Dennis 嗰個節目啦。玩樂高地咧，佢係有啟發到我，不如我去做介紹一下唔同星戰兵，唔好再叫佢白兵。因為它真的不是只是白色，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是的，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呢就是叫舊共和國 Old Republic 的星戰兵。其實它呢是在星戰的時序裏面呢暫時以來說是最舊的，因為是在Clone Trooper 之前，以現在迪士尼的程序就喺 timeline 嚟講咧，佢哋應該咧係會拍叫 Old Republic 嘅電影嘅。咁所以咧，其實 so far 到而家咧，我哋淨係喺小説啦，同埋 game 裏邊有見過呢一類嘅士兵。咁同埋有啲叫 fan made 嗰啲 YouTube video 咧，都有佢哋出現過嘅。咁其實左手面嘅咧就係、最傳統嘅星戰Sith Trooper 西斯兵。咁佢係第一，基本上我哋叫佢第一代西斯兵啦。咁而右手面嘅咧，就係最舊共和國嘅，即係叫舊共和國嘅士兵。咁當時嘅舊共和國士兵咧，係真係人嚟嘅。咁一陣就會講下，即係真係由細到大係有阿爸阿媽養大，然後去當兵嘅人嚟嘅。咁一陣就會講下點解又會同其他咩唔同啦。咁咧呢一個時序咧，就係舊共和國嘅士兵。好，而家去下一個 timeline 啦，就係到新共和國，即係我哋叫嘅 republic 啦，咁就係嘅，咁又有舊共和國，自然有新舊共和國，咁但係之後仲有一個再新啲嘅共和國，咁嗰個唔講住啦。咁咧，而家咧就去到我哋叫複製兵嘅時代，咁其實喺第一集啦、第二集電影到第三集電影，即係前傳一二三咧，佢哋都係有出現過嘅。咁你見到啦，有呢一集佢哋咧就係複製兵。咁就係基本上咧喺外國咧最受歡迎嘅一種士兵嘅。咁同時咧，你話如果以顏色嚟講咧，佢哋亦都係最色彩繽紛嘅士兵嚟嘅。咁既然有舊共和國嘅有新共和國，即係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嘅複製兵之後咧，咁當然啦就有佢嘅 counterpart， 即係佢嘅對手，就係 Droid 啦 ，Battle Droids。咁機械兵咧其實都有出過好多款嘅，咁可惜。小弟就一直都冇乜點儲開機械兵，所以如果我揾到唔同嘅機械兵咧，我會可能整一集出嚟咧，淨係講機械兵嘅。咁喺彩色嘅年代裏邊啦，即係有呢個複製兵嘅年代裏邊咧，咁其實咧呢一代咧，我哋叫 Phase One 嘅即係第一代裝甲嘅軍隊。咁基本上第一代裝甲嘅士兵咧。是屬於電影的第二集啦，同埋複製戰記的後一至三季。咁咧之後咧，其實咧就會有再出現咗佢哋啦。近排好紅嘅501部隊啦，咁你見到有佢哋嘅 Phase 2啊，Phase 2嘅裝備啦。咁你見到個頭盔其實已經有啲唔同啦。咁呢度咧就係另外嗰幾款嘅裝備嚟嘅。咁基本上咧，你見到咧，佢哋第二 phase two 咧有唔同顏色啦，同埋其實你有少少，如果你嗰啲叫精細啲去睇咧，其實佢開始有少少同大家口中嘅白兵嗰個樣有少少似嘅。咁樣咧，
因為咧佢哋喺第三集之後咧就發現發生咗 Order 66，咁而呢個 Order 66咧亦都係對成個星戰我哋叫士兵上有個好大嘅轉捩點，因為呢一扎人會全部變曬衰人，全部變曬壞蛋。咁好啦，咁咧共和國嘅士兵其實真係要詳細啲講嘅。咁遲啲我開一集新嘅咧，就係專係會講呢一扎士兵裏面嘅嘢啦。好，之後咧，之後下一個時序咧就係黑帝降臨啦，即係基本上咧就係你哋常見嘅有乜有乜嘢電影啊、電視劇啊，大部分咧都係有見過，一定有見過佢哋嘅。電影嘅正傳四五六集啦，跟住有合道一號 Rogue One 啊 ，Star Rebels 即係反抗Star Rebels 嗰套動畫啦。跟住有你喺新嗰套 Mandalorian 都會有見過佢哋啦，跟住有 Han Solo 嗰套電影啦，都有見過 Stormtrooper 嘅。咁其實咧，佢哋咧就係大家口中嘅白兵，即係我哋叫 Imperial Stormtrooper， 就係帝銀河帝國軍，呢個係佢哋嘅譯名。咁銀河帝國軍其實咧裏邊咧唔係淨係得白兵嘅，咁所以咧我咧特登咧就係專登攞咗唔係白色嘅兵出嚟俾大家睇。咁你見啦，有Scarif 啦，即係 Rogue One 見過噶啦，跟住喺漫畫裏邊出過嘅501之後嘅部隊啦，咁有大家好熟嘅有呢個大家好熟嘅 Death Trooper 啦呢只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扎 pilot， 就係揸唔同嘅機嘅 pilot 啦。咁呢一扎，跟住最後咧就有喺 game 裏邊先出過嘅 Infernal Squad 啦。跟住左手面呢一隻咧就係 Patrol Trooper， 即係巡邏士兵。咁其實帝國軍裏邊咧都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嘅星戰兵嘅。而呢一扎星戰兵裏面，我冇記錯，其實 LEGO 咧出得最多花款嘅咧，分分鐘可能係帝國軍嘅星戰兵。咁所以之後嘅介紹兵嘅集數咧，都會希望都會係斬開，直情要講帝國軍嘅時候要斬開兩集。咁暫時就係有一集咧，就係講佢哋嘅時代變化啦。咁你即係話咁多年嚟啊，出過咁多隻白兵，即係咁多隻 Stormtrooper 暴風兵啦。咁佢哋有咩唔同呢？咁多年份有咩唔同呢？其實我記得咧，我自己係冇儲齊曬咁多個年份，即係由2000年開始咧，我冇齊曬嘅。但係我大概可以講俾你聽佢哋嘅演變啦。咁之後咧就會介紹啊，詳細介紹呢一扎人仔啊，跟住又會講下佢哋啊，跟住又會講下佢哋啊咁樣嘅。咁好啦，跟住咧打完帝國軍之後，咁帝國軍梗係要有同佢哋對打嗰扎人啦，咁其實同一個時期裏面咧，亦都就有反抗軍，即係我哋大家好清楚嘅 Star Rebels 啦。咁 Star Rebels 你基本上又係四五六電影四五六集啦 ，Rogue One 啦 ，Star Rebels 嘅動畫啦，裏邊咧都有見過佢哋嘅。咁而大家最熟悉嘅士兵咧，就應該係佢哋啦。佢就係 24 裏邊咧，莉亞公主嗰扎。嗰扎人嗰扎兵啦，咁呢個就係當時俾阿黑帝整死咗嗰個 captain 啦。咁之後咧就有喺大家喺第五集會見過嘅雪地兵，同埋第六集大家會見過喺森林上打嘅士兵。咁而呢一扎咧亦都係反抗軍嘅，基本上係由一班平民去組成。然後去跟住受到呢，即係喺暗地裏同帝國軍去打過嘅。咁所以咧，你記呢一扎人咧，基本上其實喺動畫裏邊啦、電影裏電影《俠道一號》裏邊啦，同埋喺遊戲機裏邊嘅《Battlefront 一》同埋《Battlefront 二》咧，都係有出過。佢哋啦，咁同時其實 LEGO 都有出過好多唔同反抗軍嘅，即係又可以攞一集去講反抗軍啦。好啦，嚟到佢哋啊，咁咧迪士尼咧佢就將個時間軸咧喺帝國軍俾阿 Luke Skywalker， 即係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咧摧毀咗之後咧，同埋反抗軍打贏咗黑帝之後咧嘅30年後啊，即係迪士尼喺 set 咗個 timeline， 就喺你第六集之後30年就出咗789集。咁電影嘅789集咧，先不論套戲
啊，有大家又好睇又唔好睇，觉得点都好。讲起士兵咧，佢哋其实都出咗好多士兵嘅。咁而呢一队人咧就叫做 The First Order， 第一军团。咁你见到佢哋嘅设计咧，其实同Stormtrooper 啦，帝国军嘅 Stormtrooper 好似嘅。而佢哋亦都系叫做 Stormtrooper 暴风兵。咁你见到啦，呢度嘅 Stormtrooper 咧，其实呢度 Stormtrooper 都出，即系第一军团 The First Order Stormtrooper 都出过唔同版本嘅。咁你見到啦，有重甲噶啦，跟住又有運輸類嘅兵啦，咁跟住咧左面嘅咧，亦都有pilot 有一啲黑色嗰只啊，就係、是、精英嘅 TIE Fighter 啦 ，Elite TIE Fighter 啦嘅pilot 啦，跟住左手面就係普通 pilot 啦，而中間就係 Walker 嗰只 pilot 啦，跟住咧另一邊咧，亦都咧有出過呢一隻啦 ，Executioner 嘅 Stormtrooper 啦，跟住飛行系嘅兵啦，同埋雪地兵嘅。咁咧第一 First Order 其實仲有火槍兵啦，同埋呢個防暴嘅星戰兵嘅，識防暴暴風兵啊，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第七季裏，喺第七八九集嘅第一軍團裏邊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兵種嘅。咁佢哋咧，咁當然啦，就有佢哋，即係你既然有得帝國軍，就有反抗軍；有得第一軍團，就有下一個 resistance。resistance 裏邊咧，我上次去迪士尼咧，見到咧叫革命軍啊。咁你又唔好講咩光復嘟嘟啊咩啦嚇。咁樣咧，革命軍咧就係 resistance。 咁少少背景啦，就係當時咧係嗱，你記得如果睇段片嘅開頭咧，都有講過有舊共和國啦，跟住有新共和國啦，即係 Clone Trooper 複製戰記嘅共和國啦。之後咧打完帝國軍之後，都仲有一個叫新共和國嘅。咁新共和國裏邊咧，其實咧大家都唔係好主張有軍備啦，咁所以咧第一軍團咧就可以靜靜雞咁崛起，而冇一個可以制衡佢嘅力量。而莉亞公主咧當時咧，即係已經30年之後啦，即係佢都唔後生啦，就仍然堅持，又仍然覺得第一軍團係一個威脅，所以咧佢就組織咗革命軍，而英文名就係叫 Resistance 啦。咁你見到 resistance 啲軍服咧，其實咧都真係好同反抗軍嗰啲好似嘅，咁都係一件衫啦。咁你見到嗰啲，其實佢都 resistance 裏邊咧，雖然唔係，但其實佢呢只兵唔係受大家歡迎嘅，因為佢哋同普通人仔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咧 resistance 咧，我覺得咧都係其實佢有好有 Star Wars 俠道一號裏邊嗰種風味，即係嗰種 raw raw 地嘅感覺。即係戰爭上 raw raw 地嗰種，大家嚟自五湖四海啊，同呢、這個好好裝備嘅人打，咁所以咧我咧都有儲少少 resistance 嘅人仔嘅。好啦，咁去到電影嘅第九集，即係咁應該早一年、早兩年出嗰部電影啊，The Rise of Skywalker。咁咧喺個電影裏邊咧，喺第一軍團之後咧，其實仲有終極 boss 嘅，就係叫 Final Order 最終軍團啊。而最終軍團裏邊咧，中間嗰只咧就係我哋叫第二代嘅西斯兵 Sith Trooper。而直到而家咧，我冇記錯咧，只有一盒星戰兵一盒嘅合兵咧，係真係有唔同款嘅。星戰 Final Order 嘅兵，咁你見到啦，其實Final Order 嘅兵咧，同 First Order 嘅兵咧，的確好似嘅，因為咧基本上咧，佢就係叫浸咗落茄汁裏邊，然後變咗出嚟就變咗紅色嘅星戰兵啦，亦都係 Final Order 嘅原身。好啦，咁講曬正傳電影大家見過嘅嘢啦，咁不如就講下一啲咧喺電影以外嘅兵啦。咁基本上咧就有 Mandalorian， 就係中文名叫曼達洛人啦。咁其實曼達洛人咧 ，Mandalorian 咧係分咗兩個時期嘅。咁有一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我哋有見過嘅咧，就喺動畫裏邊嘅複製戰記啦。咁呢只咧就係最初代嘅 Mandalorian 嘅兵。咁跟住咧 ，Mandalorian 之後嘅兵咧就有我哋叫 Death Watch 嘅屬於 Darth Maul 裏面，即是你第一集見到那個壞蛋呢，
佢帶領嘅 Mandalorian 啦，俾佢荼毒咗嘅 Mandalorian 啦。跟住咧，咁好多人就會問啦，咁同呢兩隻人仔有咩關係呢？咁其實咧，左手面呢一個咧就係、是、複製兵嘅原型啊。咁跟住咧，佢嘅裝備、佢嘅裝甲咧，亦都係其實取自於 Mandalorian 裏面嘅。咁佢啲故事我就詳細再講啦，因為佢嘅其實佢呢一隻嘅人仔嘅故事都有佢嘅背景嘅。佢喺第二集裏面就係同 Obi-Wan 打嗰個人啦。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 Mandalorian 裏面嘅一個將軍。跟住咧。就有大家好熟嘅賞金獵人啦。咁其實點解會擺喺度呢？因為賞金獵人咧都屬於呢、這個1、2、3、4、5、6嘅時序嚟嘅。咁而呢個就係大家最熟嘅Boba Fett 啦。咁 Boba Fett 咧基本上就係你可能喺第五集電影啊、第六集裏面都有見過係為Dark Vader 做嘢嘅。咁而佢算唔算係 Mandalorian 咧？其實咧佢嘅裝甲係，但係至於佢嗰個信念係唔係呢，我哋遲啲就會知噶啦。咁其實如果你做資料搜集咧，你都可能會揾到嘅。咁但係因為如果我哋喺介紹兵嘅方面咧，我哋都會擺歸納佢嚟 Mandalorian 個裝甲上面去解釋嘅。咁好啦，咁分開佢咧之後咧，就係、是、近排好紅嘅佢啊 Mandalorian 套電視劇。咁大家咧可能就聽過咩 Baby Yoda 啊，亦都見過新嗰架好靚嗰架船啊，咩 Razor Crest 啦。咁 Razor Crest 裏面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佢，而呢套電影個時間軸咧就係、是、喺帝國軍摧毀咗之後嘅5年。咁所以咧喺星戰 LEGO 裏面出過嘅咧就有佢啦，同埋今年出過嘅 Battle Pack 有兩隻啦，跟住後面呢度咧就係、是、又有兩隻，又係色彩繽紛嘅 Mandalorian。咁至於佢哋嘅故事咧，我哋去留翻去 Mandalorian 嗰一集咧，就會詳細講解啦。咁講得星戰兵啦，我就順便講埋一啲外傳，即係一啲可能大家冇乜留意，但係原來電影有出過，原來佢都係士兵嘅一種嚟嘅。咁左手面嗰只 Death Gang 啦，右手面嗰只個名咧，我都真係要 search 下先知嘅。咁左手面嗰只咧，你基本上你會喺第七集電影見過啦，喺第二季的 Resistance 动画也都出现过的。而右手面那只呢就是星球大战复制战记的第四季里面和501、打的一个士兵。那跟着呢就有我都会断定这只为士兵啦。那这只士兵他们其实还有同一个系列里面都还有很多只的。那我想留下呢迟些一次过讲不同，即是不同集中讲那一类兵的时候先长讲啦。而他也是星战兵呢来自于Star Yoda， 一个 LEGO 自己创的 Yoda 系列的一套动卡通片里面的兵来的。好啦，那今天呢一次过呢就介绍了很多不同的星战兵啦。咁亦都係按住佢嘅時序咧，講咗唔同嘅兵種嘅。咁作為第一集咧，就算係一個 introduction， 去大概用 LEGO 去解釋下唔同兵種啊 ，LEGO 自己有出過咩星戰兵啊等等嘅地方啦。咁咧之後咧，我亦都會每一款兵啦去詳細去講解嘅。咁如果你對其實你對星戰兵有任何問題，你隨時可以喺 comment 度留言啦，或者喺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上面揾到 Bruce Swift 咧，你就可以問我關於星戰兵嘅嘢啦。咁自此之後咧，即係自從阿 Dennis 同我講其實星戰白兵嘅譯名好有問題之後咧，我就開始會同人講啊，你玩咩㗎？我係玩星戰兵而唔係玩白兵嘅。咁今日個 introduction 即係叫好快咁樣 go through 曬唔同 timeline 嘅兵啦。如果你喜欢我这类片的话呢，记得留个 like 啦，去 comment 啦，跟住就是 subscribe 啦，按埋旁边个钟仔。咁之后呢我就希望可以拍多啲广东话嘅星战兵同埋星战 LEGO 嘅片俾大家睇啦。咁今日就去到咁样啦，愿原力与你同在。下一集见，拜拜。